然后到等到六十几之后，有柿饼取代他，可是六十几是很久很久之后的事情。索尔夏侯乙己抽了，在考虑入手这只角色吗？烤鱼前期不要省，用光，大概四五十，等你也很少会需要大量体力了。夏侯乙前面我觉得还是要拿，我知道等过几天我存到资源，我还要再抽一只夏侯乙，没拿到有点麻烦。赴汤蹈火，好，谢谢。兵力走下路对吗？对，兵力主要走下路。左大抽完了，抽完了，抽完了，没中啊！前期尽量干主线，没中，就是一个尴尬的没中。什么？一只脚抽了好几十抽，一只角色都没有补进来。白玉好用吗？平民奶吗？平民奶啊！请问夏侯怎么点？夏侯点。先拿下路的技能，再走上路。敌在这儿呢。死不全种。先把下路的拿到。冰里风寒月开局是不是可以直接存取抽风吗？冰里风寒月开局。奇遇事件和梦战一样，也是1500个吗？目前水鼠、风寒月、冰离火鼠一夏侯光、公主加白怨案，预计炼寒无杀。你还是要下好了，你前面要火了。谁敢放肆？前面没有火会比较辛苦一点。请问一下，我抽卡池的绝品几率是怎样算的？我现在是20+5.50%，累计多少抽了？没。请问阴剑瓶怎么点？每超过50嘛，每多一抽加0.5%的样子。我记得还有血啊，要看一下。我记得是每超过50，你每抽一抽加0.5。赴汤蹈火。所以你现在这里你有价就已经超过50。有这样就已经超过50了。下次风铃声是不是要拼？最好拼一下，风铃声再动补太重要了，也没有人替代他。你一直到六祝福仙剑版本也没有人替代他。为什么对战中间有一顶草帽？草帽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